建议玩法师，因为法师到达九级你可以获得超级群体雷电，无论是刷怪还是打装备都是有优势的。首先进入游戏后，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狂龙紫电、爆裂火焰、流行火雨三个技能选项，咱们直接选狂龙紫电。运气后直接去新手地图刷怪，这里的怪经验都是非常的高的，很快就能到达九十级。这时系统会再次弹出群体雷电、瞬息移动、地狱雷光三个进阶选项，咱们直接选群体雷电。这时候技能会直接进体验，群雷距离增加100倍，群雷频率增加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玩的话，建议玩法师，因为法师到达九十级。